镇江肴肉。做镇江肴肉，原料有带皮的猪肘一个，1000克，花椒5克，姜葱各150克，八角5克，盐10克，消水少许，料酒10克，味精10克，姜丝儿，白酒5克，镇江醋15克。具体的制作方法是：将带皮的猪肘放在菜墩上，用刀斩断筋，然后放盐、花椒、消水，放入葱、姜，腌制24小时以后待用。在锅中放好水，将腌制好的肘子放入，锅烧开以后即可将肘子捞出，取钢筋锅1只，放入水、肘子，加入白酒、料酒、花椒、八角、葱、盐、姜、还有味精。首先用旺火烧开，然后用小火炖至2小时，将煮好的肘子捞出，装入盆中，取炒锅烧开以后，将汤浇入肘子盘中，然后将盘子盖在猪肘子上，然后用菜墩挤压，将猪肘子晾凉，
然后将晾好的肘子切成长五厘米，厚0.5厘米的片装入盘中。撒上姜丝儿，浇上镇江醋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镇江肴肉这道菜的特点是皮冻水晶，味儿香不腻。